的身体为之发挥一切众生请转妙法轮教导我们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速证无生。是从意圆满意为意前九门总以为一大缘起令多种意门同时具足也就注意辨因果广想自在有救起救用果有相继相入这第十门呢就是从意圆满意同相同的一样意是不同的特别的圆满意在这个同和意本来不同那么它又同啊，本来是意它又不意这叫啊同意圆满同也圆满意也圆满同意忽行圆满这个意思这第十啊门有这个同意圆满这是说的什么呢这是说的以前九门在前面所讲这个九门总以为一大缘起把它总起来作为一个大缘起啊，令多种意门啊，令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意义这个道理这个门同时具足也在啊不落先后啊没有先没有后啊，所以就同时具足这种的道理又注一遍因故因为由这个一缘从这个一缘呢生起来遍应一切缘啊，这种的缘故所以啊就有广狭自在啊，一就是狭多遍应就是广这叫广狭自在啊，有这么一种门又就体就用故因为啊就这个体上来说就这个用上来说有相继相入就上这个体来说就有相继就这个用来说就有相入所以啊就有啊这么多的分别有一体相融俱为系门一体相继具隐显门又就用相入为显令就体相继为隐既显入隐已然又有一门既如为显令同体
即如为隐，同显异然，由异相融，本来是不同的，不可以合合，不可以相融，相融就是合合。因为啊，它不同，又能相融了，所以啊，这叫微系的。这个意思啊，就具足有一种微系的，一体相继，具隐显。这个不同的体相继，一元和多元不同，可是啊，又能相融，没有彼此的分别。这相继具隐显，所以啊，就具足啊，有这个时候就隐起来，隐起来了，啊，就是隐藏起来。隐藏起来并不是没有，啊，不过它隐藏起来，你看不见的，因为你看不见，所以这叫隐。那么你能看得见，这是显，啊，就譬如这个体用，在你没有用的时候，啊，这用呢就隐起来，你有用的时候。生了一种作用利用啊，它又显现出来了，所以啊，这具足隐显又就用相入为显，又可以说是啊，就这个用相入，入到这个体啊，这为显，也可以说是显。令旧体相继为隐，要是就这个体上来说，你说体就是用，那么这个体又是隐起来为隐，既显入隐已然，啊，用这个显来入这个隐，这个道理也是这样。又有异门既入为显，有不同的门入这个相同的门，这也可以叫显。令同体既入为隐，那么又令这个相同的体也是有这种啊相融的意思，所以这叫隐。同显异隐已然，这个同体啊和这个不同的体啊隐显，这个道理也是这样。不由异体相入，待同体相入，居帝王门。这异体是不同的，那么不同的可是能相入，相入不同的门，不但自己能相入这不同的门，又能带同了这个同体的相入不同的门，不但能带同体的相入不同的门，又能带这个异体相入这不同的门，可以来回这么讲，啊，相入不同的。因为这个道理，所以就具足啊，有这个帝王门。帝王啊，为什么常常呢讲这个帝王，它就互相啊回应，啊，互相啊放光。互相映照的，就好像那个雷达似的，啊，又好像你用汽车前后那个镜子似的，前面那个镜子可以望到后边，
后边那个镜子又可以望到前边，啊，左边又可以望到右边，右边又可以望到左边，这互相呢，由这个光啊来照着，啊，所以光光相照，孔孔相通。你记得这个，啊，光光相照，那每一粒珠和那一粒珠就放出光，好像俺们这个灯光，这也叫光光相照嘛。俺们那个灯有空间的地方，那也叫孔孔相通嘛。你没有见着这个大梵天王那个网罗床，你可以看见俺们这个也就知道一个大概，啊，就是这样，啊，不要认为它怎么玄妙的，你会扎车，就像那个扎车那个镜子是一样的，你有啊，瞧过这个看雷达，嗯，你看那个雷达，那个飞机很远，这个雷达上就现出来了，在这个雷达里边了，或者那有一个火箭，哦，这个雷达也有了，啊，就是这个嘛，啊，你把它和现在的科学来一合，哦，就是这么个回事嘛，啊，还有什么不得了的，嗯，就是这样的。由此大缘起，即无碍法界，啊，故有托世贤法门。由此大缘起，由这一个大缘起呀，即无碍法界，啊，故有托世贤法门。因为这一个大缘起，就是种种的缘啊，种种的一缘，种种的多缘，种种的异缘，种种的同缘，种种的入缘，种种的际缘，这个种种啊的缘。成了一个大缘起，这个就是啊，那个无碍法界的这个道理。因为这个，所以要托世显法来，借着这个世显出这个法来啊。好像现在我给你们讲一讲雷达，你们就懂了啊；一讲这个灯，你也明白了，是不是？要不讲这个什么叫帝王呢？你因为没看见。你要跑到天上去看见过，那也就不出奇了，也就很容易明白了，这叫托世显法门。显于时中，故有时事门，相缺互摄，故有主办门。显于时中，这个法呀，在这个一念之中啊，刹那中就能啊具足有时事古今这个门，时事门啊，相缺互摄啊，回答这个没有了，被那个摄去了，那个又没有了，又被这个摄来了啊，故有，所以啊，故有主办嘛，这个主办嘛，主和主不相见，办与办不相见。那么有主一定有伴，有伴一定有主啊，所以有这个果护，就一定要有一个被护的啊。我要果护，护谁呢？护我自己啊，那你自己就是个主；要护他人，那就是你就是个伴了啊。这随时都可以，随时一讲都脱世显法。很不困难的，你以后我讲，不要说不会讲，哪有个不会讲的？不会讲就是哑巴，不要做哑巴。不但国父要讲，以后我欢喜要的哪一个你要讲，不可以说不会讲的，你们各位都注意。我不管你会讲不会讲，我叫他我就要讲，我们呢就是不一教风情。一时圆满一门，就见第三门中一遍一理，在这个第十这一门呢叫圆满门，这个门呢
是包罗万有，圆满无欠无余，也就是把前边所说的这种种的道理都融会贯通，集中到一起。所以说就前第三门中一遍一，在前边呢那个第三门变异，一变这个异里辨别这种的意义的道理，这意义就是有同有不同啊，有圆满有不圆满。所以啊现在要把它融会到一起，不圆满的也圆满了，不同的也同。所以啊这个道理是圆融无碍的。故下文云：菩萨善观缘起法，于法中结众多，众多法中结了一。又云：一中解无量，无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当成无所谓。故所以下文有，在后边的这个文里边有说，这菩萨善观缘起法呀，这菩萨善于观察这一切的缘起法，皆是一个大缘起。大缘起就是一缘，一切缘就是多缘，多缘总起来也就是一缘，一缘要把它分开也就是多元。所以菩萨的妙观察智啊，善于观察这种的因缘升起的这种种的法，于一法中结众多，在这个一个法上他就啊明了这一切的法，在一切的法他要知道都是不外一法啊。所谓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啊，众多法中结了一，在这个一切万法之中他明白了。明白什么呢？啊，原来都是由一而生起来的，这一万个一呀、就变成了万法啊，这一个一呀、就是一法。那么这一万个一没有离开这一个一，这一个一也就是一万一里边的一个。所以呀、所谓自性如虚空，自己的性啊犹如虚空一样，真妄在其中。这虚空里头也有真也有妄啊，真妄都是在这虚空里边包含。物车本来体呀，你要明白那个本来的那个法体，一通一切通，
你把依法明白了，那一切法你都明白，那一个法你没有明白，那一切法所以你都不明白。所以古人说得一万事毕啊，常对你们讲说天得一清，那天怎么会清呢？是因为他得到这个一了。地得一宁，地它怎么宁静了呢？你看地，咱们在地上脚的地是一个静的、宁静的、不动的啊。那么它要不得到这个一了呢，把这个一失去了，就该地震了啊。这个地震呢，就生出灾害来啊。你要得到这个一呢，就不会地震了啊。人得一以圣，人要得到这个一了，就是个圣人，就不是凡夫虚子了啊。就是这一点你要得到了就是圣人，得不到就是凡夫，就是这一点点，就是这个一啊。你这个一你会把它变二变三变四变五变六变七变八变九变十，越变越多，越多越麻烦，越麻烦越要变，越变越就不知道怎么样回来了，越跑越远啊。因为你会变，你要能不会变，把这个哦由一再呀、啊、变成一个零，返本还原，这叫你返本了还原了，什么麻烦没有了啊，什么麻烦也没有了，这就要得到这个一啊。这个一你要得到了，这个天也是你生的，地也是你长的，人也是你帮助的，没有一样呢不是由你来成就的啊。就有这么妙，说我怎么不知道呢？那你要知道你就得到了嘛，就因为你没得到所以你也不知道嘛。说你知道不知道，我不问你知道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啊？啊，我知道是我的事情，你知道是你的事情，就好像今天吃包子似的。你要吃包子就不要问我说包子什么味道啊，我要吃过包子也不要问你说哎这包子是什么味道啊。你要吃着不问我你也知道了，我要吃着哦，他们这个包子馅子做的散烂无章的，要是啊放一点这个那个芡呢啊，把它粘到一起，那么吃着就好一点。哎，是不是这样子啊？这个一呀、啊、也是这样子，你要吃着这个一呀、啊，不要问我这个味道是怎么样子。没有吃着你更不应该问我，所以你不要管我吃着没吃着，你就问问你自己吃着没吃着。嗯，那么这就是啊这个了一啊。香港有好几个了一了一法师，那么究竟这个一了没了也是要问问他自己才知道，我没有法子的来知道他。又云啊，一中解无量，这个一呀、啊、由这个一就知道无量法，无量中解一，这个无量的意思也就没有除去这一个意思。燕渊闻一知十，子贡闻一知二啊。这子贡啊听这个孔子啊孔仲尼讲一个道理啊，他明白两样啊，
比如说孔子讲一个音啊、哦，他讲他明白哦，阳也差不多和这个啊，他懂得一个阳，这样文以之二。那么这个燕渊呢啊，孔子给他讲一个道理，说这数目这是个一啊，他说哦，有这个一，一个一，两个一，三个一，四个一，五个一，六个一，七个一，八个一，九个一，十个一，都是这样的啊，他就明白十个啊，所以这叫文一之十。这也就是啊，一为无量，无量为一，本来没有这么多的啰啰巴嗦的事情，就是啊，这个人跑得太远了，所以你要不说一说这个啰啰巴嗦的事情，他就不知道。所以啊，这一门分出来十门，十门又变成一门，一门又变成没有门了，没有门就无门可入。无门可入是什么叫无门可入？就是你没明白，讲来讲去也不明白，为什么呢？你就因为搞得太多了啊，所以啊啊数不过来这个数目了。 How much? How much? 啊 I don't know 聊比互生起呀，你明白呀，他那个互相升起的这个道理，当成无所谓。你这个时候啊，就成无所谓了，就什么都不怕了，啊？为什么你什么也不怕呢？你得到了，啊，所以呀、啊，就是无所谓了。等结其意也，上来缘起，相由门径。等结其意也，这个些个道理都是啊，说这个。圆满的道理。第四，法性雍通门者，为绕为要事，在互相爱，不相嫉妒，绕为要理，宰为一位，无可计入。这个计计呀，就是这个入，是由另外一个入到这一个，这叫入。那么计呢，就不需要入，入呢就不是计。所以这个法性雍通门啊，本来法性它就是雍通的，又何必说雍通门呢？那本来这个人就是个人，何必又起个名字呢？这个法性就是这普通的人，雍通就是这个名字啊，雍通就是这个人的名字，是啊，他雍通了。所以呀、啊，讲佛法，你不要以为呀、啊，这是很深，本来呀、啊、很平常的，啊，要太深了，那就不是这个平常的佛法。因为这个佛法人人都可以懂的，为什么俺们人不懂呢？听着还不懂，就因为俺们贪的太多了，肚子里边呢这个妄想也太多了，所以把这个平常的事情也就都忘了啊，讲出来也不明白，就是这么回事啊。什么叫就是这么回事？还不明白，哎，啊，所以说啊，为为就是说，说什么呢？说绕为要事，单单指这个事项来讲，
是就是事相啊，你可以看得见的，你可以听得见的，你可以找得到的啊，不是啊，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嗅之无味的。这个理呢，就是视之不见，你看也看不见。理什么色的？没有。什么样子？没有。什么滋味？没有。视之不见，你看也看不见，听听啊，不像那个 radio， 你一听啊，标喵音 house， like 喵音喵音 dollars， 这你听见了，这听不见的，本来是这个你就听不见了啊，听之不闻，嗅之无味，你想闻闻它什么滋味也闻不到，这就是个理。那么这个事啊，和这个理就是不一样的。那么说不一样是两个吗？又不是，事就是理，理就是事，那个事啊在理边，理啊也在事边，事理无碍，理事融通，就是这个、啊、你不要离开那个事再找那个理，也不要离开了理再找这个事，那又弄错了，你又啊啊，张三就是张三，李四就是李四了，啊，没有啊，到那个庸通上了，啊，张三也是个人，李四也是个人，这叫庸通了啊，都是个人，啊，互相无碍。究竟说的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这个。所以说绕为要师在互相爱，你要是啊不明白这个理，单单指着这个事上了、啊、是生出一种指着这个事啊，就在互相爱了啊，事也不是理，理也不是事，事就是事，理就是理啊，分得很清楚，这就叫互相爱了。可是啊互相爱就互相啊不相即入了，也不是事就不是理，理就不是事，事就是事，理就是理，不能啊互相融通了，不能相即，也不能相入了。绕为要理，你要单照着理这方面来讲，单讲道理，不讲事相，宅为一位，就是一个，没有分别，没有那么多的麻烦啊，就是一位，一位就是一个道理，没有多的道理，无可计入。那么既然是一位了，就有什么可计的啊？本来也没有两个，计什么啊？本来也不是两个，又入什么啊？事就是理，理就是事，那么这个理包着的事，所以呀、啊也没有相继，也没有相入了，这要按着单单按着理来讲啊，就是没有这个继，也没有入了啊。那么现在这个理事无碍，理事圆庸，在理上你就明白事，在事上又明白理，这叫啊把你的指招破了，破你的指招了，就是庸通了，这法庸通了。那么这个中美佛教会啊，这个人一天比一天多了啊，这也就一门呢分出十门来，十门又分出百门，百门分出千门，千门就分出万户，千门万户，这个千门万户的人呢到我们这个一门里头来啊，这个怎么叫一门呢？就是不二法门。所以说一切众生入不二门啊，同证三角地，这是我们的门的对联，
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啊，不要啊，我们这个对联是这样子，完了人家问你们说，哎，我看你们那是这个说一切众生入不二法门，同证三角地，这是说的什么？你把眼睛一瞪，我也不知道，就像我讲经似的啊，你问我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啊，就这样，这样子在理上讲可以，在事上啊讲就不可以了。哎，因为俺们现在讲经是讲的理，我说也是理，无说也是理，所以呀，回着把眼睛闭上，回着把眼睛睁开，说不知道，这可以的，在外边就不可以的。外边因为你要说不可以的，你要说不懂啊，他就啊认为你是真不懂。在这儿呢，我说我不懂啊，你们说哦，他和我们讲笑话，呵呵啊，那么究竟我懂不懂呢？啊，我自己知道，你们还是不知道。所以说这个千门万户，这是众生入不二法门，这是我们这个一个门啊，这一个门啊，干什么呢？同证三角地，证这个自脚脚踏脚横圆满这三角地。那么可有一样，你们有亲戚有朋友他要来听经，你们头一样要告诉他啊，告诉他什么呢？说到我们这个不二法门里边，第一不准抽香烟啊，第二不准喝一切的酒类，这个酒啊就包括一切。第三啊，不准吃毒药啊，不准吃那个见神见鬼的那种药啊，不准吃那个能上天的那种药，你告诉清楚他，你要能守我们这个不二法门里边的规矩你就来，要不守的话老师不客气啊，就不要来啊，无论你是谁都是啊，要这样的对他讲，甚至就对你的父亲母亲他要来啊，都是这样说啊。有的人呢欢喜规矩的，有的人不欢喜规矩的，咱们现在啊是为这个欢喜规矩设的这个不二法门啊，所以你到这个不二法门的里边，是龙要攀起来，是虎要怕那个地方啊，不要咬人的，那个龙啊也不能飞，虎也不能跳的，这叫降龙伏虎啊。无论你是谁，你到了这个不二法门里边，你就是一个，不是两个了。什么一个？和不二法门里边这个人都变成一个了啊，不是两个，记得吗？俺们这儿他谁怕我们这儿的规矩他不敢来，那是已经俺们教化他了啊，他要来了是不守规矩，那也是没有教化他啊，他也没有来他已经怕了，哦，那规矩厉害，那已经俺们这个佛法已经教化他了，他知道我们这儿有规矩啊，他到这儿来他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规矩，那我们也没有教化他。今明离世用同聚寺外不易离之离世聚生
令彼不义理之多失，虽所以理，皆于义中先。若义中舍理不尽，在真理有分现时。若义中舍理尽，多事不随理先，在事在理外时。今其一事之中劝舍离经，多事其不义中现。华藏平云，华藏世界所有尘，以尘中见法界，法界即是法界也。在前边说，这个是啊，就是有外；离呢，就是无外。要是要这个事讲，就互相爱，就不会相继，也不会相入。要是依照这个理讲呢，只有一个理，就不会有这个相继，就没有啊这个相继相入了。今明理事永通，但要理也有所指，但要事也有所招，所以呀，咱们现在把这个事理合起来，事理永通，圆融无碍。所以说具似无碍，具足啊这个无碍的一个道理。这说的什么呢？说这个事在理里边，理也在事里边，事里呀本来没有分。所以说不义理之一事，那么一事不义理，多事也是不义理。那么义理不义事，多理也不义事，这是啊互相俱舍理性，俱舍理性，具足啊互相收舍，互相无碍。令彼不义理之多事，实令啊，彼就是那个不义，哪一个呢？就不义理和理呀，没有分别，那个多事，随所依理，皆于义中现。随所依这个理呀，你无论你是什么理，皆于义中现，在这个一个事里边呢，现出这一切的理。若义中舍理不尽，假设这个一事啊不能舍尽，舍这个完全的道理，没有穷尽，在真理有分现时。那么既然这个一事啊舍理无尽，那么这个理呀、就有分现了，它有界限了，有一个边际了，有一个限度了。但是这个理没有一个边际，没有限度，所以说失。你要这样讲，就有这种的过失了。若一种舍理尽，
假设这一中啊，这一世中舍把这个理舍尽了，嗯，多事不随理现，那么其余的事啊不随这个理现啊现前，在事在里外，这个事啊就在这个理外边了，啊，不是啊原有在里外啊，这也有过失，所以现在今既一事之中全舍理尽，在这个一事就具足啊全理，能舍理呀，能把这个理舍穷尽了，多事岂不一中现，那么多事啊在这个一事里边也现啊，多理在这个一事中也现啊，那么一理在这个多事中也具足啊这个全体，多理呢在这个多事中也具足全体，所以啊它是互相奢互相无碍的。为什么要这么样说呢？在华藏品里就说了，在这个华严经呢，华藏品里就是有这么几句就说了，说华藏世界所有尘，华藏世界所有的微尘，这个微尘太多了，一尘中见法界，在每一粒微尘里边呢都现出这个圆满的法界。在前几个礼拜吧，三四个礼拜前，有一个中国人，又有一个美国人，这个中国人呢会说美国话，这个美国人呢又会说中国话，不但会说中国话，会说中国的这个广东话啊，那么可是啊他来到这儿听经啊，说是听经，但是不念佛，不跟着绕佛念佛的时候啊，他们坐到那个地方像个木头似的，人家拜佛的时候他也坐在那个地方像个木头似的啊，又像这关公似的，这关公啊坐那不会动弹啊，因为他是木头的。那么他们虽然是个有气血的，但是也愿意做这个木头，做个木雕泥塑的啊，在那个地方。那么你做木雕的这不要紧啊，那么他愿意做就由他做咯，谁管你那么多呢啊，你愿意做木泥巴就做泥巴，愿意做木头就做木头，你愿意做粪就做粪啊，愿意做那个清水就做清水，随你自己愿意。那么讲完经他就提出问题来问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法界，他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他不说这个，我这还可以原谅原谅他这个木头和泥巴，因为他又提出这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哦，这你是懂一点这个道理了，你是明白一点佛法喽？明白佛法，为什么你要做木头？为什么你要做泥巴？啊，为什么你不循规蹈矩？为什么你要标异现奇？所以这时候，那么你既然懂了，
你就要拿出一点东西来看看。随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什么叫法界，讲讲不出来了啊。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没懂，就是因为只知道做木头，只知道做泥巴啊，那个木头和泥巴没有能啊原用无碍，就是那个事理没融通，就是现在所讲这个事理它不融通，所以呀、啊、他说我是个木头啊，又觉得我是泥巴，可是又要想懂说一点佛法，虽然说一点，这是等于那个石头人和木头人泥巴的人只能说不能行啊。所以问他什么是法界，说不出来了。现在我用这个问题来问你们各位，什么是法界，说一说看。粗言及细语皆归第一义啊，第一义就是代表法界。所以你们无论讲的没有讲的啊，都是法界。这个国护啊，本来他想这么说，但是他说错了，他说法界不可问，法界不可说啊，但是还可问还可说。究竟他有一点清水又有一点泥，一搞就搞乱了。他的意思认为是圆融无碍的，但是啊，只有圆融没有无碍。哎，那么现在我告诉你们，咱们所说的无论说的什么都是没有跑出法界之外，所以说无不从此法界流，这叫你说什么说愿意怎么流怎么流，都是从此法界流。那么说来说去都是法界，哎，所以叫无不还归此法界。这是啊，你们那个美国人和我们那个中国人他们两个所不明白的事情，所以一问他他就没有话讲了。但是没有话讲是没有话讲啊，还是在这个法界里边没跑出这个法界去。为什么呢？不单他们没有跑出去，连佛也没有跑出这个法界之外。这个法界是什么呢？就有十法界，十种法界，不是一种法界啊。十种法界是什么呢？第一种是佛法界啊。佛法界怎么佛又有个法界呢？那佛岂不也有了指着了吗？啊，佛是无在无不在的，怎么又有个佛法界呢？啊，这个佛法界就是众生法界。那么为什么不叫众生法界又叫佛法界呢？因为众生是从佛这个法界来的啊，做众生。那么众生呢也可以成佛，所以啊佛法界又可以叫众生法界，又可以叫心法界。这是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三无差别，我念错了，因为我跟着他们念惯了啊，也现在自己念上来也念上一个差别，差别，三无差别，这是个佛法界。那么其余还有菩萨法界啊，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啊，这叫四法界。菩萨不是一位菩萨，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的菩萨。佛也不是一位佛，无量无边无数那么多的佛，所以他成了一个法界啊，
成立一个法界。恶罗汉啊，就是声闻呐、圆角、必知佛，也都是无量无边无数那么多，所以、成出了一个法界。天人也有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所以有个天法界。人啊，也有无量无数无边这么多的人啊，这有个人法界。恶修罗啊，也有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没有法子说清楚有多少啊。你再大的算数算小家啊，你也算不过来这个数。这是人法界。你看看这个世界说啊，这个国家有七亿人，那个国家又有六亿人，那个国家又有五亿人，那个国家又有四亿人啊，你怎么算出来了？今天有四亿，明天就有四亿半了，明天又有五亿了，没有一定的数目啊。回到今天你算出四亿，明天又变成两亿了，为什么呢？那个地震了，把这个人都卷到地里头去了啊。你说你怎么算出来这个一定的数目？没有办法算得出来的啊。这人法界，恶修罗法界也是这样的啊。畜生法界更是啊，你看这个地方就有这个畜生，没有那个畜生，那个地方又有那一种畜生，没有这种畜生。这整个世界你说有多少种类，百千万亿种这个畜生的种类啊。畜生里边又分出来啊，在天上飞的畜生，地下走的畜生，水里跑的畜生啊，在地里头住着的畜生有多少啊？这一个国家你就数不过来有多少种类，那有整个世界更数不过来了。所以呀、这个畜生法界也是无量无边无数的。这个恶鬼法界，恶鬼你不要说以为鬼哦，红眼睛的，我知道那鬼呀、牙有两尺半那么长啊、那最厉害了。那个鬼呀、脑袋是三半半的啊，那个鬼呀、又是四方头啊，不是就你知道那么几个鬼那个样子，那鬼也有千千万万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种的鬼呀。有大鬼，有小鬼啊，有黑鬼，有白鬼啊，有黄鬼啊，有红鬼。你说这鬼有多少？有蓝鬼，这个什么鬼都有啊。有财鬼，有无财鬼啊，有这个有臭鬼，有无臭鬼，有这个恶鬼，又有宝鬼啊，啊，又有大头鬼啊，又有小脚鬼啊。你看这鬼没有数那么多，没有法子告诉你那么详细的啊。鬼也是有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这鬼法界。地狱法界，这个地狱说那没有地狱的啊，没有地狱啊，怎么会有的天堂啊？你要知道有天堂就应该有地狱的。所以呀、这个地狱也是无量无边的，不是就一个地狱啊。那个地狱也不是像我们人间的监狱，那个人也用这个钢筋水泥造好了，放到那地方，那个窗用这个铁枝放到那地方，人你圈里他跑不出去了。这个地狱不是那样的，地狱是啊，
等你到那的时候自然现出来的啊，你再生啊造善事就不会有地狱，你造恶事啊，你杀人啊放火呀 啊偷东西呀 啊去做种种的坏事啊，或者杀父亲呢、啊、杀母亲呢 啊杀恶罗汉呢、啊、破和合僧啊，你毁谤三宝啊，这都是要地狱的，要入地狱的啊。入地狱就在那儿受苦，永远没有出来的时候。所以地狱法界也是无量无数无边那么多啊，这就叫法界，这十法界。那么每一法界里头又可以分出来有十种法界，这白法界啊，白法界每一界里头又分出来十法界、千法界、万法界、万万法界，这法界也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啊，我们今天所讲的都是法界，啊，没有不是法界的。所以这才说啊，哦，这就是啊，见法界，这个法界即是法界矣。这个就是讲的是法界。那么离法界在什么地方呢？也就在这个是法界里边，没有跑到这个外边去。你不要在这个是法界外边再找离法界，离法界外边又找是法界，那又弄得一界不界了，一法不法了啊，又要去睡觉去了。那个是法界、离法界、千法界、万法界都没有出去啊，你我现前这一念的心法界，这个心法界你要研究明白了，一切法界你就都明白了。心法界你要没有研究明白，一切法界就都啊不会明白，就等于睡着了一样。那么有的人呢现在就生大欢喜了，说哦，那这个我有办法了，我要去啊读心理学了。这个心理学不错啊，就是心法界。可是啊，读心理学的都是啊研究其他人的心理，没有研究自己的心理，所以这又跑的越跑越远了啊，拿着这个心理学来去啊赚钱啊。有这些个神经病的人呢就要找心理学了，看心理学医生。这个心理学不管你的心理如何，先拿来穿体刀子。就因为这穿体刀子，心理学也变成吧不明白心理学了啊，就明白穿体刀子啊。怎么呢？你来看一次穿体刀子，今天看完了明天再来了啊，明天看完了明天再来了，哦，穿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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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生就是穿体了啊，没有到丝儿体，也没有到佛体啊。但是把这个心理就耽误了，经往外找心理了，找人家心理不找自己的心理，所以啊这是一个大错误啊。你们个人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啊，是不是有这种关系啊。所以心理学的医生始终不明白法界的啊，有这种的关系啊。我不是不叫你读心理，你读自己的心理，不要读他人的心理啊。问问你自己怎么回事，为什么你就啊人家骂你你也不高兴，
人家说你一句不好，你就发脾气。谁叫你发的脾气，就这一个字就可以令你欢喜，一个字可以令你生烦恼。好像以前我对你们说过，我很小的时候，和那个一个出家的师兄弟，我过年写智慧入海，他就念智慧入海，智慧入海，智慧入海，啊，我在那边来，我就说，我说我看你阅历入海，嚯，他即刻就发脾气了，啊，你怎么看我阅历入海，啊？我说我看你阅历入海，就看你阅历入海了嘛，还怎么样看的？嗯、啊，我说你阅历入海，阅历有善业有恶业。我说你善业入海才能出家做沙弥，这不对吗？哦，那你真是辩才无碍。我说这不是我的辩才，这是一个字的人没有说明白啊，不是辩才，就是一个字没有说明白你就发脾气了。所以他那么就这一点差了啊，心理学就不明白了。咱们现在每一个人研究研究自己的心，你为什么这么颠倒？自己正义，别一句实玄门，一句真理与一切法而共相应。舍利无义，即是不能不法，同时具足。四即总义，四就是指着啊前边所说的这一段文，前边这一段文就是啊所说的。这华藏世界海，在这个华藏世界海里所有的微尘，每一粒微尘呢都具足这个法界，所以才说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还归此法界。这个法界说来说去就是你我现前这一念的真心，这一念的真心具足十法界，佛菩萨声闻缘觉，天人恶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十法界呀，都离不了众生的一念心。所以说，心佛即众生，世三无持别。所以这是说的这个四。四即总义，这个前面所说这一段文，这是总体来呀说的，这个大料的意思是这样子。别以去实玄门，这个总义是这样子，别以呢也具足有啊这个十种的玄妙之门，十种。那么下边呢就分析清楚了，说明白十种的
详细的门。一，即真理，一切法而共相应。这个真理，什么是真理？佛道说了，说他得到啊这个真理了。得到真理什么呢？什么是真理呢？在他打木鱼的时候得到的。得到什么样子呢？正得这个真理，自性的离体。就是正得法界的离体。他在这个打木鱼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个时间呢，他晓得内无我，外无人，远无物啊。但是还在打木鱼啊。可是啊，没有把木鱼打碎了，要把那个木鱼打碎了，那就真会明白了。那个木鱼还是木鱼啊，那时候不但把木鱼打碎了，把虚空也打碎了啊，把法界也打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那个真理的境界了啊。这个真理呀、啊，是与一切法而共相应，不是在这个法外有个理，理外又有一个法啊。它与一切法相应的，不单与一法相应，与一切法都相应的。什么叫相应呢？相应就是和平共处。现在这新名词叫和平共处啊，这就相应了。你也不妨碍我，我也不妨碍你，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可是我也不爱你，你也不爱我。这个爱是妨碍的爱，障碍的爱，不是那个情爱的爱。你们要弄清楚了啊。那么这个爱是无有障碍，互相无有障碍啊，不坏本体。那么互相无有障碍，譬如我不障碍你，一定要我随着你转才不障碍你，你要不障碍我，你要随着我转，随着我来转，你才不障碍我。这个境界呢，他不要，你也不需要随着我转，我也不需要随着你的境界转，互相不动，互相无碍，互相动也互相无碍啊，这叫相应，一切法相应啊。舍理无异，舍就舍尽这个真理啊，也无欠无余，没有啊一点点的多，也没有一点点的不够啊，这样舍理无异，一点也没有剩。那么有多的没有呢？也没有多的，也没有少的啊。这也就是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啊。这个叫舍理无异。即是诸门诸法同时具足，这个也就是这一切的玄妙之门啊，一切的玄妙之法同时具足，同时具足诸门，也同时具足诸法啊，互相帮助，互相无碍，
互显互拥啊，这个诸门也就是显诸法，诸法也就是显诸门啊，诸门又是拥诸法，诸法也就是拥会这个诸门啊，这同时具足。二世纪无人能到于无云广电而不坏遐相乎？有广狭存长万物，有性常平等，故成不舍诸法不杀。第二个玄门，这说的前边呢，这个世纪如理能包，这个世啊和这个真理，一切事不外乎真理，真理也没有出去这个一切事，所以啊说世纪如理，世纪言呢和这个理是一样的，它也能包罗万有啊，一入理广遍，也好像这个理呀、啊、这么广遍，这么样啊圆融无碍，而不坏狭相。虽然那个狭小的相啊，这个事也不坏，理也不坏，不坏这个狭小的相，故有广狭存杂无碍呢，因为这种的道理，所以呀、啊、在这个华严经上又有这个广和这个狭，广就是宽广，狭就是狭窄，这宽广和狭窄存杂无碍，纯就是纯一，杂就是众多。什么纯呢？这个真如自性是平等的啊，是一味的，是纯的，所以啊叫纯。什么是杂呢？杂就是啊诸法，一切诸法呀，因为这个诸所以叫杂了，诸就众多了，众多就杂。那么杂会不会烂呢？可是不烂，杂而不烂，啊，纯而不一，纯本来是一，但是你也找不出一个来，可是纯，因为什么呢？它是平等的，杂而不烂，它不混合，还是啊有条不紊的，啊，还是啊。青色是青色，黄色是黄色，红色是红色，啊，白色是白色。虽然很多这个法智慧门是实常，但是它可是有章，本来杂乱无章啊，这个杂而有章。虽然在一起，可是万法的本体清清楚楚啊，所以啊这个杂，为什么说它这个杂而有章？这是根据真如的本体，真如自性本体，它是平等平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是名恶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一个纯。那么真如自
性的本体能辐射诸法，一切诸法都是以真如为本体，所以随缘不变，不变随缘，常随缘，常不变，常不变，常随缘。这种的境界，就是真如不摄诸法。所以呀，有啥？这叫广狭纯狭无碍，互相无碍。所以呢，第二就是无形无碍。用那些个小佛法的，有的开悟的，有的正果的，有的没开悟的，有的没有正果的。咱们现在呀，遇到一部经，你们大家来念一念，看看呢，念的怎么样。